各位觀眾早晨，歡迎收看環球追蹤的環節，我是鍾慧欣。先跟大家跟進歐美股市方面的情況。美股收市是三大指數向上的，而美國上月的零售銷售數據錄得八個月以來最大的升幅，按月上升 0.7%， 升幅比市場預期為之好。加上上週首次申領失業救濟金人數去到294,000人，而按週來說就減少3,000人，略少過市場預期的295,000人。數據理想都帶動大市向好，但是油價持續下跌都限制了大市的升幅了。我們最終看到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曾經最多升225點，但是收市來說升幅收窄，升63點，收報17,596點，升幅有0.36%。納斯達克綜合指數上升24點，收報4,708點，標準普爾500指數升了9點，收報2,035點，升幅方面有0.45%。之後一起跟大家看看啦，港股在美國上市的預託證券造價就普遍下跌。先看匯控，收報港元是折合是74.85的，比本港收市是跌超過1%。中移動跌近1%，中海油跌超過1%，至於中石化跌超過1%。聯通升近1%，中人壽和中石油都是跌近1%。至於歐洲股市方面，三大指數就個別發展。倫敦富時100指數下跌了38點，收報6,461點。法蘭克福 DAX 指數就升62點，收報9,862點。至於巴黎 CAC 指數跌了2點，收報4,225點。油價方面，紐約期油是這五年來第一次跌穿了每桶$60，而看到紐約期油收報在每桶$59.95一桶，就下跌$0.99，跌幅近2%。至於倫敦布蘭特期油是跌了$0.56，收報在每桶$63.68，跌幅近1%。上個禮拜美國原油庫存出乎預期增長，加上有更多的跡象顯示石油輸出國組織 OPEC 方面就不會減產，拖累到油價繼續向下。至於金價方面，繼續是要下跌的，受到美元反彈所拖累。紐約期金收報在每盎司$1,225.6，跌了$3.8，跌幅方面有0.3%。而現貨金就在每盎司$1,226附近徘徊。之後跟大家看看美元匯價方面的情況。港元報7.7513，日元118.856，歐元1.2398，英鎊1.5721。瑞士法郎報0.9688，加元報1.153，澳元0.8257，紐元0.7785。睇埋啦，美國國庫債券方面嘅情況，十年期嘅孳息率報2.17厘，30年期報2.81厘。外圍嘅情況先跟進到呢一度，交翻俾直播室 Phil。好啊，唔該曬 Jenica， 身邊咧坐咗耀財證券研究部高級分析員黃偉豪 Rafi 喺度為我哋分析翻外圍嘅市況㗎。Rafi 你好，你好。係見到今尋晚啦，美股咧其實曾經升超過200點，不過咧，正如頭先我環球追蹤環節都提到啦，油價下跌咧都拖累咗大市嘅升，限制咗大市嘅升幅㗎。而見到咧喺標準普爾嗰個期權倉位裏邊咧，都見到唔少大户積極部署緊淡倉喎。你覺得嚟緊美股嘅走勢係咪會比較反覆咧？再破頂嘅機會，升上18,000點嘅心理關口嘅機會大唔大啊？當然啦，如果依翻美股嚟計啦，咁我相信短期你話即係要再上破高位機會性，的確就唔算話太高。一嚟淨係依翻即係呢刻都12月中啦，差唔多。咁啊都知道就即係而今年裏邊其實美股嘅走勢就唔算話太過弱嘅，雖然不至於好似譬如內地 A 股咁強，咁但係又唔係話太差嘅時候。咁而且依翻即係成個嘅指數位嚟講啦，無論你話標指、道指等等都 keep 住喺高位行嘅話啦，其實要去到做嘅嘢或者要升嘅，我覺得都差唔多。咁所以你話即係以翻個點數位上講咧，剩低得翻即係少少交易日嚟講，你話有冇話需唔需要再即係
整高個市咧，咁我覺得又冇咁大迫切性嘅需要住。而且嚟咧，以翻真係呢一陣嚟講咧，其實特別見到咧，即係美股喺高位裏邊都比較叫做敏感少少嘅。好似譬如前日其實就急跌嘅，咁但係到尋日頭先 Phil 都講啦，曾經急升過200點。咁面上你見到日升呢兩日嚟計咧，個波動性相對比較高啲，幾意味住就喺高位裏邊咧，大家都唔係話再敢啦。睇太單邊住，咁所以變相你話呢刻啦，淨係睇翻呢啲嘅勢頭或者呢啲嘅即係指數位嚟講啦，有冇機會再上市咧？我覺得機會性的確唔算話太高。咁但係另一邊相嚟計，咁當然唔係話太高都好，咁但係係咪會有個好大幅度嘅調整咧？咁我覺得又亦都讓我覺得未至於，因為如果以翻整體嚟計咧，美國特別股市的看法其實氣氛上仲係唔係話太差嘅。特別當然都會知係以翻數據再去睇啦。咁以翻譬如尋日嚟講啦，頭先Jack有報道嘅，就係嗰個即係尋日零售銷售嘅數據啦，其實都仲係好理想嘅。咁特別都創咗呢八個月以嚟最大嘅升幅。咁再加埋其實尋晚逢禮拜四都會知道出翻嗰個失業救濟人數啦。咁啊呢個嚟講咧，亦都係有少個預期嘅。咁變相兩者個結果出嚟都意味住啦，其實成個嘅經濟面咧都係持續向。好，咁面上呢樣嘢嚟講咧，其實對個股市，我相信又唔會話構成即係太大嘅一個衝擊，因為始終大家睇法好，經濟係樂觀，咁所以亦都係比較叫做即係唔係話太過差。咁但係另一邊相嚟計啦，正正頭先講到就有翻油價方面嘅因素啦，因為油價呢一邊又即係不斷都比較弱啲啦。咁啊，油價一弱嘅時候咧，自然當然你話好啲去諗，可能會吸引到資金流入翻個股市裏邊。咁但係某程度上，你話呢一方面嘅油價跌咧，其實對大家可能投資個意欲上睇咧，都會有啲嘅即係心理上嘅衝擊喺度，都唔出奇嘅。咁所以變相整體嚟講，係咪真係咁單方面令到錢係流入股市推高美股咧？咁我覺得都有啲嘅保留。咁所以變相如果以翻無論基本面，同埋頭先講嘅一啲指數位啊，各樣嚟講咧，我都覺得暫時個市咧，可能都喺現水平叫做係反覆住，或者整固一下先咯，即係未必會真係可能上破，譬如道指未必上破萬八點關口。咁但係當然你話如果而家整固嚟講，睇翻啲咩位置啦，而家大概就17600附近到啦。咁我覺得如果真係比較即時少少嘅，可能譬如頂翻17300呢邊位啦，睇下有冇個初步支持啦。咁我相信如果呢個位置能夠叫守得住嘅時候咧，呢一陣嘅睇法咧，其實又唔算話太差咯。油價不斷下跌啦，你見到咧嚟緊咧就係呢個零聖誕嘅另一個銷售旺季啦。你覺得如果係咁講嘅話，之前感恩節嘅銷售都叫做 OK 啦，一半啦。嚟緊聖誕方面又受惠到油價下跌，嚟緊美股裏邊嘅零售股會唔會有特別跑出咧？嗱，如果以翻你話零售股嚟講咧，其實就即係咁樣計咧。頭先你話即係個感恩節嚟計咧，其實好唔好咧？好兩睇，有啲人覺得就都理想。咁但係如果以翻即係譬如特別以翻近呢幾年去比較啦，可能加埋譬如個Black Friday 去計啦，或者係Cyber Monday嚟講咧，其實就唔算話太過叫做大嘅增長嘅。咁所以就列出嚟結果係咪真係好好咧，都有啲嘅保留。咁但係你話嚟緊啦，的確隨住即係油價近期咁樣嘅一個回落啦，咁我相信大家個消費亦都大咗之下咧，其實真係有機會咧，係即係個聖誕假期可能會喺銷售個。即係情況嚟睇咧，會係比較做得好啲嘅。如果咁樣行落去嘅時候咧，都有個即係機會性用個別零售股啦，喺短期咧會稍微做翻好少少咯。明白啊！呢一節咧好多謝曬 Rafi 我哋分析咗美股嘅市況啊。陣間翻嚟，我哋會睇一睇歐洲啦，同埋商品市況佢點樣為我哋分析嘅。陣間再見啦。